感谢圣灵捧场，谢谢你们的打卡与支持。啊，谢谢这位导演啊，摄影师。Boss 该吃药了，哎呀，每天干这些事呢，你要知道，今天呢，股市万恶股市，会不会带动市场的一个消费？我想是有机会的哈，我们也乐观的看待，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因为股市的蓬勃呢，让我们的这个市场消费呢能够更加的稳健，然后购买的欲望呢能够猛猛的提升。6666，各位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决定2020年的机种是哪一台相机呢？这至关非常之无敌霹雳重要，因为呢新的一年呢，我们决定的机种之后呢，它的未来就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些我们不一样啊，就是会有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呢，就会在销售上形成一个叫做助力啊，我们会大大的投入经费，投入人力，投入物力，将它的周边发展的更加的什么呢？更加的完整。也正因为挑出这么一台稳定器不容易，它要的几个要件啊，要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什么呢？啊，依据啊，还不是欧北境的，我跟你讲啊，今麦我跟你讲哦，今麦连土豆就电脑境啊，对不对？土豆是电脑境的。稳定器敢袂使凊彩买？你讲是毋是咧？哈，那既然袂使凊彩买咧，今仔日就是要甲恁讲，选择一台好的稳定器，相机的部分应该爱有虾米款的条件甲追求。你若是选到稳定器，你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若是选唔到稳定器，哎呦！保证你是伤心甲伤心呐，因为你会伤到你的身体，身体若拍歹去，起码就活路以了咧。然后呢，你家庭就失和，翁仔某就逐工幺八叉冤家，甚至咧拍某拍囝。你看，若买唔对吼，稳定器的话吼，真正你会足干咧，哦。干到嘴歪起的，我跟你讲，，boss 有摄影师告诉我 ，P 牌的对焦速度比 S 牌的慢很多。P 牌的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哈 ，Panasonic 的对焦呢，跟 Sony 牌的对焦呢，那两个是不在一回事儿。我告诉各位，你只去看 Sony 牌的对焦，迅速、很猛、很快，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泥人。松下牌的对焦，它是泥人。它不会很准确的摔进去，它是这样进去的，它是模拟人的手胶，好，不是口胶，是手胶，它模拟人的手胶这样手进去，所以你会看到 Panasonic 的对焦比较滑顺，趋近于人性。那么在跟焦的时候，我也会有时间差，不可能说摔摔摔摔每一段都是精准无误的。再来，有没有100%的自动跟焦呢？我告诉你，没有。好，请相信我，你看到的那个都是成功的案例。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迷焦的时候，该迷的时候迷得一塌糊涂的状况，其实都有。那么 P 牌跟 S 牌之间的跟焦，今天告诉大家最大的差异 ，Panasonic 的跟焦比较像人 ，Sony 的跟焦比较迅速，迅猛龙那么迅啊，很迅，有一股迅味，啊。然后那个 Panasonic 的跟焦呢比较柔顺，比较像人，虽然慢了点，但是那个跟焦的这个时间差，基本上在眼睛的接受度来讲是感觉是人在跟。各位就可以看我那个 Lumix S1 50mm 的跟焦，全自动的拍摄，它就是跟得很人性。那真正严谨的工作是不能够用自动跟焦的，哦，如果你告诉我说自动跟焦你都拿来工作，哦，すごいね，哦，我是没办法，哦，我是没办法。
那么如果说真跟晶片没有关系，是风格，是它的一个设计。好，松下的跟胶它是这样缓缓进去，速度适中。Sony 的跟胶太快了，你会发现很严重的机械跟胶感。那一般的客人会觉得这样跟好，但是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我们是不会这样用的，因为机械感太重，就好比我们在用云台一样，太硬了不行啦。跟胶也有它的柔顺度，所以跟胶手呢本身就是说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如果说你让一个专业的跟胶手看这样的一个跟胶方式，他能接受，我觉得那他就失业了，就失业了。我认为他不会接受。好，我也跟一位跟胶手的摄影师跟他聊过，他说跟胶呢是要看着脚本去做，然后他只是个跟胶手，只是跟胶手吗？他跟摄影师是一样大的。跟胶要进这个胶，他要看他的脚本，看故事情境，看叙事，看条件，看导演的要求，看现场的环境，看演员的表现，看人事实地物的各种条件，不是跟进去就好了。这一点请你理解，跟胶不是跟进去就好，他是跟着情境在走，他有速度的，好，他是有情感的，跟胶是有感觉的，跟胶是有感情的。这一点呢，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好，一个跟胶的学问如此之大。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0年即将呢我们列为主力的什么呢 ？OK 了，三轴稳定器 ，WillBS， 教大家挑稳定器的几个重要事项。首先，18个月保固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稳定器都在1年左右嗝屁。1年左右嗝屁意味着你就是再买一台。因为很多的稳定器，我不讲哪个牌子啊，妈修比买还贵，修差不多就买一台了。好，有一个牌子的，哇，那个我真的是没办法恭维啊。那这台WillBS 18个月的保固呢，在维修上来讲是属于比较低故障率的，就是送修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属于第一品牌稳定器当中的第一品牌智云公司的。那智云公司的这支稳定器呢，它的最大的亮点，我把曝光调一下，要不然大家会不舒服哈。那你们如果说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我，我这个人是公开透明的哈，就是随便你要、啊、你要跟我抬杠，我也跟你抬杠。那我有我佐证的，我有佐证的论点呐、啊，哈，我也有我的依据，因为我天天跟他泡在一起。我天天在弄它，你有人像我弄稳定器弄成这个样子吗？哦，弄到妻离子散呢、欸。我玩稳定器，已经玩到妻离子散了，你知道吗？哦，老婆都跑了，啊，是不是？孩子也不叫爸爸了。哦、玩得这么认真的人，对不对？我用我的论点跟理由告诉你，怎么样挑稳定器会适合你。那今天2020年挑选的这支稳定器呢，我们跟你分析的几个大重点，就是第一，品牌要对，智云公司没有问题的，哈、哦，他们是算是早期发展三轴稳定器相当成熟的公司，目前呢是属于稳定器当中的扛把子嘛，我个人认为是哦，基本上是扛把子等级的。然后，有多扛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经验丰富、机型稳定成熟、维修故障率低、售后服务还不错，好，然后呢，台湾维修18个月保固。智云公司呢，他们发展了应该快10年了吧？每个阶段的机型呢，出来呢。偶尔会有落亏，这也必须讲，有一些机型是真的是没办法推，但是大部分的机型都有丢周，大部分都有丢周，这一支是大丢周啦。这一支呢叫做 WillBS， WeebILLS， 我称之为厉害了我的 Weeb，S 呢是 simple 吗？还是 simple 还是 super 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叫 WillBS。
VBS 呢跟前一代的 VB Lab 呢差异在于图传的部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来它的机架呢也有很不一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表现，机架变大了，然后呢图传呢也有了，再来小巧精感，哇靠，真的是小小的不要不要的，因为它摄影师把钱花光的艺术，你还有粉丝boss 的情人，是的，他已经被我纳入后宫三千的名单，也是我这一次跨年呢还有农历春节要带的装备啊，这个就是厉害了，我的 VBS 已经纳入了我的后宫， boss 的后宫佳丽有三千，三千佳丽在后宫，这些后宫呢每每服侍我陪伴我，让我呢啊很开心很快乐，那度过我这个什么呢啊寂寞的夜晚啊。然后呢这一台机器呢我们呢意外的搭载了一个全幅相机，这在名单中没有出现的全幅相机，搭载了一个什么呢，这加长的转接环，居然能够做到如此的平衡balance，然后又不会撞车，不会撞车，玩稳定器先考虑不伤身，第二个考虑不撞车，第三个考虑品牌，第四个考虑价格，第五个考虑售后服务，第六个考虑呢在考虑 boss 的推荐没有啦，我们会去绑稳定器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玩它，那为什么它出来了几个月我们现在才开始动呢，是因为图传之前呢我们很怕没有完整，如果图传没有完整呢贸然去推一台机器等于后面掰卡，好了，一个稳定器先教大家消除法，消除法，太重不要买会伤身体，太重不要买会伤身体，太贵也不用买会伤荷包，再来呢太复杂也不要买会伤神，那么再来呢售后服务太短也不要买，最后一个不要买是什么，没有图传就不要买，好不好，没有图传可以扩的就不要买，这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好不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好不好，那么这五大诉求呢你如果知道先去消去法的时候你自然能够挑对稳定器，所以我们稳定器先从哪里开始挑，先有图传的先开始买，其他的先就消去了，不是太重啦就是塑胶啦拍掉该被细啦 APP 啦，什么事情都要进 APP 弄，弄得你死去活来的，那你怎么去玩它，好不好，听我的准没错，这一点呢我倒是有几分自信，因为尽可能我们都会去去用、哦、去弄去搞它，然后把它弄到就是说大家开心呢、哦、家庭和乐，然后呢你买的开心，我们用我们卖的欢乐，那么 VBS 呢这次搭载了这个 Lumix S1 这一台高档次的全幅相机呢，我们这一次呢只要买这一台相机呢我们送你 VBS， 那么这台相机我们现在新的活动是送你 VBS， 道理很简单，全控全作业 ISO EV 下头全部控制，拍照录影也 OK 啊， Oh my god， 这么样便利这么小巧它就能够控那么多，它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各位看一下哈，各位看一下它小到的程度呢基本上呢比 boss 的鸡鸡还小，那 boss 呢我没有说我要派哪一只鸡鸡出来， boss 大鸡鸡多小鸡鸡也不少，好不好，好，那各位看一下这么小，然后我们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让它多能多小就多小，好好，这么小哎、欸、这么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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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杀小，那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用的方式，各位，这是我发现的吗？也不是啦，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装手机耶，底脚拍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装，这手机架不一定要装这边，好，这么小呢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么小它也可以用，等于说教大家买稳定器的另外一个概念，他说影像创作滑顺跟焦确实比较需要跟情境有关，嗯，他说影像创作滑顺跟焦确实比较，没有错，真的机械跟焦跟得很好很快，你看到的都是机械感，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棒，请你到65寸大荧幕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很不自然，就维利维利不自然呢。再来4:2:20:bit的松下 S1， 你4K60P 的，我的妈呀！你拿相机来比，全你讲小篇幅4K60P， 那没有什么难度啦，那真的没难度。全篇幅4K60P 有它制作的难度，记忆工艺程度都是高过一些小篇幅的，这个没有话讲。那现在为了推市场，所以呢，在价位上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共鸣价，好。除了共鸣价发生之外呢，你可以呢免费获得 GoPro 8，买这个相机又送你 GoPro 8，送 Canon 转接环，再送你一台微比3轴稳定器。那不能够公开在那个平台上销售，我们只能就是说在直播里头做服务。那因为我们的直播是封闭，不算是半封闭，因为会来的就是会来，不会来的也不会来，所以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怪机司马博他小裸用，对不对？他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圈圈里头绕绕转转走走，所以呢也不至于去影响广大的市场销售。但是我们这么诚意十足，是因为我们没达标，我们没有达标，来年我们就要挫赛了。我跟你讲，那没有达标呢，所以就要拼命的卖，以做到达标为首要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达标的工作。股票万恶的股市呢，这一次呢就是个题材，劳烦你拿一只涨停板的价钱来换一台，怎么呢？换一套这个。好，拿一只涨停板的价钱就可以换一套 S1 Kit 加上威力无比3轴稳定器。那刚刚有讲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之外呢，我们这支稳定器的外扩能力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以扩得很远。好，虽然没有办法，也可以管得很远，但是没有办法管到太平洋那么广。好，也没有办法管到那广岛那么广，它最多就是跟焦图传，跟焦图传，跟焦图传变焦啊，直播啊 ，Oh my god， 这个直播呢设定有难度的哈，还真的非得找怪机师你才直播得出去啊，因为我们的人没有人直播成功，我在昨天搞了半天，终于把它给播出去了，播的过程当中呢，没想到相机正在拍那个慈父手中片颇多也结衣，于是乎呢，时阵娘娘幸好没有按公开，好，电视的画面也没有出去，赶快就把它删掉，迅速的删掉了，好，不然我就事情大条了哈。所以直播的时候呢，不小心出去的几率很高，但出去之后记得要赶快删掉善后，不然呢事情就大条了。好，那么我们这个精简的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小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小到大概这么小，那大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大到我跟你讲，可以弄得很大。我们待会慢慢的煮，把它煮得大得不得了哈。这么小了，我的妈呀，小成这个样子，却能够承载那么大的相机，这么小，各位你看，小成这样子。哦，比阳明春小还小，你看看，哦，哇，真小，小翻了，你看这么小，哦，跟我头一样大而已，你看，妈的，我头已经算小了，你看这么小，哦，小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可以装这么大一台相机，简直是腰比腰了，你看看，是不是腰比腰？哦，没当过兵的人不知道什么叫腰比腰。黄标大神，喜得书，脸书幸好没有黄标政策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没人鸟你的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就不能够黄标，黄标事情就不好妙，哎呀，不好玩了，好的，好，那么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之后啊，我还是调亮一点好了，刚刚这样的太偶尔，现在要把它扩了，外快快扩。那跟怪机师买跟别人买有什么不一样？我先解释一下，跟怪机师买3轴稳定器专业版本，如果你故障了，我们先讲一开始的服务啦，我们有办法帮你做灯光补光都一样啦，收音补光，然后采访直播，多机连线作业，好，多机 EFP 作业，然后现场演唱会转播都帮你，可以方案我们都可以帮你扩进去，那么再来呢，一对一的专业教学，
再来呢，全台湾最多周边的应用都在会计师，你找不到那么多的周边在店里头，包括内地的我们也去参观过了哈，香港啦、马来西亚我们都去参观过了，在稳定器的这一块领域的周边当中呢，会计师绝对是最完整最多的哈，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找我们买的好处就是说，可以解决的问题是空前绝后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有自信，好，可以帮你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可以完全处理的。再来，我们跟原厂这边呢是有这个群组的，好，遇到比较棘手的事情呢，我们是可以跟原厂直接在群组里头沟通，好，尽可能的改善。再来呢，我们的售后服务呢，就是你在网络，你在我们这边买，你遇到，譬如说你被蚊子的脚踢到了，你赶快录影过来，好，你若去有蚊子卡踢到，好，我们照常就是你若翕过来，好。你被蚊子的脚给踢到，你把它拍过来给我，好、哦，那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敷药，好、哦，疗伤，好、哦，咖喱呼呼哎，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只要视讯在我们的脸书呢，我们有售后服务，还有线上教学。如果真的线上教学不了，我们拍教学影片给你，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差异的吧？你知道什么叫差异的吗？而且我们的价钱呢也很公道，不会比别人家贵。比评书品贵一点点，但是服务是千金难买，售后服务的，好、哦，千金难买，售后服务的，好、哦，售后服务无价啦。那很多朋友基本上就是说，来到会计师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说要得到的就是完整的售后服务。那你如果说你自己都很厉害，那也很熟悉这些东西，那你也可以呢，Kevin Lin， 我买了 VBS 专业型的，就是非常好用。谢谢 Kevin Lin， 感谢你，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老母甲老爸，感谢 Kevin Lin 给我机会，感谢。哦，刚那迄电台咧卖药啊，你有感觉无？迄卖药啊的 feel 整个就上升了。所以这卖药 boss 呢，我觉得我这辈子走错行，我应该去卖药啊，我就发了。偏偏呢，我就是。纵欲过度，后空佳丽有三千，天天纵欲，所以呢赚不到钱啊，没有关系，赚不到钱我们赚到朋友，赚不到朋友最起码我们赚到什么呢？好，人生的未来。事实上朋友赚了30000多个还不够吗？ Boss 呢在脸书有36000-37000个朋友，在 YouTube 有12000多个朋友，其中在 YouTube 的部分呢已经有1240多万人看过 BOSS 的影片，多爽呢！以 OG 上这副尊容，居然有1000多万个人看过我的影片，你说呢？是不是？是不是啊？提莫吉就爽哎，就对了。好，再来，我们这么小之后呢，售后服务跟专业的技术咨询呢，做到了彻底，然后呢，我们又这个验证了那么久。验证多久我已经不敢想了，他很早就在我身边了，还签了保密协定，不能曝光杀小微博，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嘛，好，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拿到很久了，那一直没有认真的要开箱，他是因为我们踩过雷，我们曾经不小心开了一家的箱，然后也跟他在那边介绍了几期，结果很多人去买，很多人去干，我说 Boss 你怎么都没有讲清楚，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会有那样的后续嘛，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小心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是真的很轻哎、欸、然后这个形态呢也是空前绝后的哈，世界不多见的。好了，首先呢我们这一颗呢可以用极简的使用，我先讲一个你们没有见过的使用方式了哈，这是 BOSS 昨天悟出来的道理， BOSS 悟出来的最新的使用方式，你一定会看不太懂，没有关系哈、哦，看不懂就是要问啊、哦，问不到呢就是要花钱买啊、哦，买不到呢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哈、哦。好，这样子看到没有？反正很厉害啦，下午就会做这个全教学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图传好可爱哦，它有一个好可爱小图传哈、哦、，very very important 哈、哦，各位。
噔噔，厉害了我的威比，好可爱小图传，这么可爱的小图传呢，啊，这么可爱，超精细，超极致。HDMI 孔，然后呢 ，USB 控制孔 ，USB charge 孔，可以长时间供电使用的，距离高达100米啊，这么可爱了，我操，这么可爱，可以含在嘴巴里。来，现在示范呢 ，Boss 呢，口含无线图传 ，Boss 示范口含无线图传。可以吞得进去，你就知道有多小了。还要再看一次，刷波巴。哦，金牌坦加碎坦。好，再示范一次，全球第一次，哦，真人表演口含无线图传。啊，够小了吧？全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放在嘴巴里的图传，这个功能呢，你如果拿来用，你真的是要送医院了，哦，一定是有很大的精神疾病，你才会放到嘴巴里，不然你不会把它放到嘴巴里。那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嘴巴里呢？道理很简单，我不这样放，你怎么知道它有多小呢？是不是？好，简简单单的教大家，没什么的啊。牺牲一下而已罢了。好的，各位看一下啊，哎啊，这样就插进去了，啊，插进去叫一声呢，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需要叫嘛，你叫什么叫？你吓死人了你，啊，你就乖乖的插进去，你不要那么乱发出什么鬼怪的声音，像那 boss 这样啊，低级嘛，是不是？你不要像我这样那么低级啊，你就正常的插进去，不需要叫的。好了，图传就搞定了。再来呢，它的厉害了我的威比手机架，有亮点的啊，哦，有亮点的。它两个关节轴，三个关节轴。好，各位看一下，一个关节轴，两个关节轴，三个关节轴，可以自由轴啊，哦，自由轴。那 Boss 呢，会在这边帮你规划一个凶器，这有个四分之一孔。Boss 会规划一个凶器，好了，基本上该装的都装了，还剩什么没有装呢？各位猜猜还有什么还没装进去呢？好，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装备，避免劳心劳力手会废之凶器肚包。好，避免劳心劳力手会废啊，应该这名字要重新取过，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掉之省力装置，敢最好能够记得住这个。这个呢，就是避免劳心劳力手会废肚包，原因很简单，各位看一下哈，这个肚包往这里一插。我告诉你哦，插下去不能叫哦，不要乱叫，不要乱叫，乱叫低级。各位看到没有？整个力量就在肚包了，然后会放到脖子，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驾驭。这个叫做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肚包。这个肚包呢，没有申请专利，欢迎大家模仿。那台湾大概好像只有 Boss 在卖这一种，叫做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肚包。这个稳定器肚包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好鸡鸡袋，好，哦，放鸡鸡用的，这里放鸡鸡用的袋袋，脚架单脚架五郎八卦棍往这里那么一捅。好的，谢谢毛少成，整组多少钱呢？贵州2万5000，3万5000，4万5000。开你11900块，开你11900块呢，有主机一台，
手把一个，这手把呢，无这个物件哦，你就要记吼。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无咧卖，吼、哦，不是无咧卖啦，另外卖啦，拍死拍死。这有这双手持，这里有一个乐趣，一个四分之一，两个四分之一，三个四分之一，八分之三，八分之三，你还可以做那个加长横杆，反正可以扩很多啦，吼、哦，比外扩，比那个外扩机还扩，可以扩很多。然后那冷靴，那么这是增加你的手持的一个的位置，那可以让你轻松的对焦。因为现在的对焦设计是悬空的，好，是悬空的，悬空的。那么你在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手没有支撑点，就很容易过头，过头，过头，透过那个就不会过头。好，它的标准使用是这个样子。好，各位看一下，厉害了我的威笔，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请复习，在前面讲过了。好，这里，这里，然后这样子拿，好，这样拿。好的，下午就要做正式的示范了，所以先跟您做一下预告。再来这个呢，可以倒过来锁，锁过来之后呢，我告诉你很好用 ，very very 的好用。我昨天用到最后就是有一股鹈鹕味，鹈鹕的位置，鹈鹕味，有一股鹈鹕味，很好拿。然后呢，这根呢可以放到这个肚包，这个肚包呢，放在这边也可以，然后放在这边也可以，都可以用。然后随着你身材的高度，拍高拍低都 OK 了，就形成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威笔。那这肚包的名字呢？看有没有人能打得出来哈、哦，有没有人能打得出来哈、哦？就是我完全忘了，这个肚包刚刚的名字好长哦。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省力肚包。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省力肚包。它收起来有多小？告诉你哈、哦。这是放鸡鸡的套套，然后呢折上来，然后再折上来，然后呢再折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片片，一个片片的状态，那就很好用啦，是不是？那你这个片片的状态，你还可以这样用，再把它粘上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好，你如果说双十国庆，你刚好是那个叫做骑手，好。拿着旗子的那个人呢，你也可以来买。如果你要去阅兵呢，啊，你也可以来买。你跟我讲你是阅兵，我给你打五折，哈、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可以插国旗，哈、哦。那国旗你不要买那个木头的，要买铝合金的，因为木头因为这样会断掉，那个不好，那断了就事情大条了，哈、哦。就整个盔就落掉了，就落盔了。所以呢，你要去参加双十国庆呢，这个就是防止劳心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肚包呢？在怪机师有在卖。那全省的 Seven Eleven OK 便利商店，全家，我想一下，全家、全国电子、灿坤，还有 OK 嘛，统一 OK Seven 啊，美联社，还有那个全联都买不到，好。这些连锁通路你都买不到，好，全省的各大连锁通路你都买不到，你只有在怪机师买得到，这个叫做厉害了我的肚包。好，那这个还可以靠在你的这个那个腰的那个皮带上面，那也就是说，那很简单哦，你这样去粘你的皮带，那么你可以就是把你的稳定器收在你的靠腰的位置，靠腰的位置，那你就舒服就爽了，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哦。避免劳心劳力手会废肚包多少扣扣？好的，李雪玉你打错了哈，这个是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肚包呢450元。那因为李雪玉呢打错字，所以呢李雪玉这个你麻烦截图一下，只有你买，全世界只有你买，你可以买250元，做工非常的精细。然后呢回去呢麻烦各位哈。在这个地方把这个 logo 撕下来，然后自己印上那个 Chanel 跟 Hermes， 哦，它就变成一个时尚包包了，好不好？那有人会印个宾士贴在这边，哇，那也很好，好、哦，这是一个是个开端了哈、哦。好的，那个二头肌都练出来。好的 ，Kevin Lin， 你有留言呢？这个就是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会废肚包呢。
Kevin Lin 一样，你也是450元购买，250元优惠，好，一样就是避免劳避免劳心劳力，防止手绘费度包呢。李雪玉跟 Kevin Lin 有需要，请截图私讯呢。你们两个人购买是250块，那么不满意可以退，因为这个车工真的没有发说。三脚架可以用，五郎八卦棍顶度度可以撑久久，三轴稳定器最棒就是它。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中华民国国庆10月10号当天呢，当举旗手的时候呢，他又可以把你的这个旗子呢插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举高高。那竞选选举的时候，那个旗子通常旗海飘扬，万海奔腾。那么那么长的旗子呢，你手一直举就会不举，不举回去就是老婆不高兴。这时候防止不举呢，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好、哦。插在这边，那么你就可以举很久，而且呢，屹立不摇，那个旗子呢就硬挺挺的上去了哈。那今天呢，我就是其实蛮高兴的，很开心做这个直播，是因为我在那个今天大概早上要起床之前哈，梦见了我专访林志玲，然后跟他在一起这个访问，哇，很高兴啊。那么就是，然后又很兴奋。那结果呢？于是乎，我在家里早上呢就举行了升旗典礼，哦，硬的不要不要的，好、哦，举行了升旗典礼，那可以说是四海同心啊，好、哦，五穷六绝七上吊啊，好、哦，八仙过海，好、哦，九九神功啊，十分开心，好、哦，就是做梦梦到林志玲，那个真的是好开心，就是感觉就是说如梦似真这样子。哦、真的是好嗨三，那梦到林志玲这样子，然后采访了一下，那这个升旗典礼也办得非常的成功，哦、很开心啊、哦，真的，就是一起床就发现已经升旗了啊、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人、哦、其实不要有太大的贪念呐、啊，梦、哦、想就随时而至，然后心情呢就随时随地的保持畅快，当然呢、啊、工作上的压力难免。只要一个什么心呢，与人为善的心，然后呢积极认真的工作，重要的是就是不要违背初心，做该做的事情。就好比这两天发生的那个这个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总统不能称呼这件事情，然后被人家给那个啊、哦、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过程。台湾人的应景精神一定要有，好不好啊，咱们一起加油。那就是包包要有，态度要有，那么最后呢我们把它插进去，好，我们插进去，插进去之前呢，其实它不会很紧也不会很涩，好，你不会涩涩啦，你就直接它就这样很滑的滑不溜丢就插进去了。各位看一下，很容易的，你各位看它就插进去了，你看看，哇，而且尺寸刚刚好，不会太紧，不会太松，是这么一个恰到好处。好，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的这个前面的动作，直接就可以进去。好，不需要什么润滑液什么的，它就很方便，就直接就可以放到这个位置。然后你背在脖子上，举起来就拍，放掉就休息。哦，一整个 kimochi i desu。然后呢，我有发现到一个这个技巧，你只要再加上这个，我告诉你，你可以放双手吹口哨，放双手吹口哨都可以的。好，因为它的力量直接就这样子了，然后就背着，你可以放双手吹口哨，让它自己拍，对不对？让它自己拍，听我讲，让它自己拍，对不对？你再拿一台 GoPro 或者拿一台手机稳定器，好，双机作业，好，一个录影一个直播，哦，这么厉害，我不是开玩笑的哈。17900主机加手把还有什么配件呢？让他自己去拍，对不对？李少成哈，我们这个呢，私下哈，各位，我们用私聊的方式来处理哈，因为直播都是尊贵的客人，那不能够用随便的态度来轻呼待对待啊。我们直播呢是 VIPPP 啊，好，只要看直播的客人的 VIPPP， 你只要是在我们的网拍打 VBS， 然后依照你的需要下去配。那能够打到骨折呢，我们也绝对不会打到手软，哦，最起码也打到舒舒服的，哦，最起码打到出来为止。这种的用意呢，就是说让大家买的开心，用的划算的哈，用的划算，买的开心，用的爽快。那我们尽可能会把你打到一个开心哈。那
因为我们明年这个是要冲大量的，那冲大量的呢，基本上就是代理商库存多少，我们能拿到都会尽量拿。因为我们有把握，跟我们买绝对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全台湾最多的方案，能够解决最多的一个最多问题的一个公司，那我们也可以帮你改装。那么你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呢？如果说市场这个酝酿得起来，这个 idea 又不错，我们甚至于可以为你特别加开它的套件模组，只是我们已经外挂了相当多的东西，厉害的已经不要，已经厉害到了那个厉害了失去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是谁在将往事重提，只是爱你的心教我无法解脱啊，这么爱，爱成这个样子。那么就是说，一个让人爱不释手的，也是三折稳定器呢，提供18个月保固。如果呢，你的机器呢坏掉了，那你就 so sad， 気持ち就瓦路易了，没有关系啦。紧急的时候呢 ，boss 这一台拿去用，不要 garden bay cake， 但是呢，这种是属于特殊的傻逼事，你有用一天两天我们 OK， 你一直拿去用呢，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么通常这个维修的速度在国内维修非常的快。那我们尽可能做到不耽误你的工作。如果你坏掉，隔天刚好又有案子要出，我这一次拿去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同号的一个这个夫妻共享的精神。夫妻是不能共享的啦，是脚踏车共享的精神。这个又扯歪了，我在讲什么东西啊？一个人过日子呢，难免阴阳失调，脑筋会不太清楚，说起话来呢，会有逻辑上的一些什么呢错乱，请你多多包涵。那今天这个厉害了我的威比 S 呢，会计师提供门市体验，那另外搭配了这一支厉害屌的不得了的 Lumix， 全世界最屌 Lumix 全篇幅相机呢，很柔顺的自动对焦。然后呢，可以跟 Canon 之间呢形成一个无缝的一个接轨。那它跟 Canon 相机的比较，我来做一个分析哈。你 Canon 相机的自动对焦情况如何？情况如何？好，那么这个机器呢 ，Canon 镜头，这个 Canon 镜头加了转接环，再搭到我们的这个相机，整个组织起来呢，就会有一个厉害的一个对焦。拍照对得很厉害，但是录影呢也对得很厉害。听好哦，因为是转接系统的关系，它只有第一次对焦，第二次它的跟焦会变慢。但是呢，这台机器有配一个24105的 kit 镜，那个镜头不是普通的 kit， 是高级的 kit， 拍出来跟这个 2.8 的不相上下。很闪，真的很闪，你可以来体验。24105搭配了 Lumix 的 S1， 买起来呢比 APS-C 的还要便宜，甚至于比 M43 还要便宜。因为这一次就是要把 Panasonic Lumix 的全篇幅系统，因为是新蛋酒 Hajime Mashite 第一次出现的机器呢，我们要把它冲出一个大量，我们现在要挑战全台湾第一名，在 S1 这个 S 系统 ，Lumix S 系统，我们要挑战全台湾第一名，所以拼了，豁出去了。买 S1 Kit 送空拍机，送 GoPro 8。如果空拍机你觉得危险太可怕，没有关系，空拍机直接给你换这一台，厉害了我的威比三轴稳定器 S 代第二代，我们直接换给你。那么这么诚意十足的运用呢，我告诉你，你来体验带着记忆卡录就知道了。4:20:20 bit， 告诉你一个非常规的一个设置，它是 4K60P 4K30P 全篇幅，这么强大的一个系统，上面还有所谓的很完整的防守阵。基本上如果是静态这样的移动拍摄的话，它的防守阵又非常非常的强大，强的不要不要的。其实呢，我拍了很多的这一类的作品呢，也带动了不错的销售。后来发现，拍那些作品其实已经带不了感动了，所以我们开始发展的是外部的
周边应用的可能，让整个套件搭载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让你在拍摄、采访、运作、直播、EFP 转播、演唱会转播、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转播，这一台都游刃有余。那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的总统他们那个单位也有两套，不胡乱的，我们亲自教的。好，我们的总统他们的单位也是用这个，他们有两套。然后那个与恶的距离呢，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这个系列拍的，这个几种系列拍的。然后另外那个高雄有名的我们这群人，他们也是用这个机子。很多啦，都已经改选用这一台装备了。这台装备的细腻度跟低光低噪点无懈可击，你可以拿你的 S 牌 Canon Nikon 来 PK 它的录影画质跟比较，单单4:2:2 10bit 就已经天下无敌了。你要交公家机关的案子呢，这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大萤幕投影的画面不会出现色彩断裂，不会天空一层一层的，因为有些单位要求比较高，它就是需要这样的规格。那再来果冻效应，可以说基本上可以完全轻忽略掉它的果冻，没有什么果冻了。教大家买相机，第一个录影键按下去，对着101或者对着肚子这样子一直拍，请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关乎到你以后拍摄一些比较快速移动的画面的时候，影像的品质跟影像的结果。我们有人因为果冻被人家推荐重拍的，我们有那种案例，整个重来了，因为果冻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果冻呢，不会让人家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要你重拍的现象。那对焦的速度你来体验就知道，当然它搭了这样用转接环，它就第一次对焦非常的快，录影跟焦会稍微慢一些些。但是我以前跟您强调过了，录影跟焦呢，麻烦你用跟焦滚轮好吗？录影跟焦用跟焦滚轮好吗？因为自动跟焦都会失误，成功率只有80%-90%。有没有100%的？我没有拿过一台相机它的自动跟焦是100%的，如果有麻烦你告诉我。如果是这样跟进去，那个也是不 OK 的，在我们在用是不 OK 的哦。如果跟焦就是我到那个点，那一种的也不 OK 哦，那种我们也没办法用，那种我们也没办法胶片，因为那个跟焦速度灵敏到已经不是视觉能够习惯接受的那种情况下，那种跟焦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好的，请问防守阵有什么电动辅助装备呢？好的，防守阵基本上有几个注意事项。好，这边我们教大家。首先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相机不要打开，不要录，好，基本上就不会有震动的问题。好，这一点是比较普遍哈，要有认知。因为有些人手残，拍画面就是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这个时候唯一的方式呢，最快的方式就是不要开机，不要拍，通常就不会出现那个画面震动的问题。第二个，防守阵注意的是协调，身体的协调。记得，当你在拍摄的时候呢，手机你这样子拿，好、哦，如果你前一天考秋景了，画面会唰唰，没有关系，防止考秋景唰唰就是这样子拿，这样拍，然后用身体上下左右，那这是一个定点防守阵的一个拍摄方式。你如果这样拿，通常都拍得不会很好，就会有一点考考的感觉。好，考考的感觉。那如果要解决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买三轴稳定器来解决防守阵的问题，那么才有办法让你的画面做得又稳定又 OK。防守阵有什么电动辅助？那第四个呢，叫后置法。后置法防守阵通常就是会看得出瑕疵，它用一个画面裁切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部分呢，来形成整个的一个画面的一个稳定品质，又叫做电子增稳 EIS Electronic Image Stabilizer。 那使用这样电子增稳的机器包括了 Action GoPro 7 GoPro 8，那其中表现最好的是 GoPro 8，在电子增稳的部分呢，不会看到四边的一个什么呢瑕疵。 GoPro 8这一次真的是厉害，因为我手头上有好几个防守阵的这个 EIS 的装备，它会发现在四边边角角背景的部分，你正面的景、主题的景、
已经防守阵了，可是边缘背景角角会出现所谓的浮动，它会这样浮动，那个就是防守阵的瑕疵。但 GoPro 在这一块确实是有它独到之处，厉害的地方，做的让人家感受不到那一种不舒服啦，也就是说算是 OK 的。嗯，好，那防守阵就是后置买有防守阵的相机，再来就是三轴稳定器，再来就是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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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讲过了。好了，那今天讲完这些之后呢，简单的讲一下配线之后，我要回台北了。你可以很简单这样就能用，你说什么都不要装，你就把它当一般的三轴稳定器，因为相机在这边，因为它是斜台式设计，可以清楚看得到萤幕，也不需要再加装任何的一个萤幕周边，它就可以顺势工作。那么你只要再买一个手机架，我会比较倾向这样子用，就是买一个手机架放手机，然后呢跟你的相机呢 WiFi 连接，然后呢你的手机就可以触控对焦、录影拍照都 OK 的，然后呢它就是个稳定器，哈，破水平、俯仰什么什么的，这些都讲的太多了哈，这个留给人家去表现，我就讲一些人家不知道、人家没在讲的东西，这样子就 OK 了。好，那 teamwork 就必须要有图传了，你要编制内状况内，如果没有图传呢叫做编制内状况外，所有的工作都要重新再 play 一次，发生了演员落发，妈的化妆师就累了要去弄头发，脱妆化妆师累了要去处理脱妆，那灯光穿帮、收音穿帮、蹦赏、灯光赏干又要被标，那么穿帮来穿帮去，灯光忽明忽暗表现不佳，导演更焦手，这个时候图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图传呢就是发射到三个手持装置，包括了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再转 HDMI 到大电视，让所有的 teamwork 工作人员都能够编制内状况内，那么出什么问题出什么毛病，各自能够分工，第一时间掌握该改进的地方。那以前的没有图传，是拍完之后摄影师到导演这边来接线 play 给导演看，导演说这不对，这装法有问题啊，没有联系啊，啊字在右边你怎么点到左边去了呢？事实上专业的工作人员呢，其实如果有个图传让大家都能够看的话呢，有错有问题还可以提醒导演，导演的 loading 就不会那么重，那么各自分工下呢，我们才有办法把一个运作呢做到所谓的编制内状况内，所以图传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导演、摄影师、跟焦手、受访者、采访人员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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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告诉各位，现在你的采访会带四个 monitor 出去吗？不可能。但是为什么要四个 mon 呢？受访者跟你是对象的，互相对象的，你看着猫，看着受访者，意味着受访者看不到猫嘛，所以你就做一个猫给受访者，摆在你的摄影机旁边，再做个猫给你的受访者，让他有更好的肢体表现，会更自然，而且更容易把角度修得更漂亮。就现在我，你看我这样，我看不到猫的话呢，我的头壳小就被 logo 挡住，我看得到猫呢，我试试着修正我的身体，所以图传的重要性不意味着只有摄影师跟导演跟跟焦手、灯光师这么重要，连被受访的人，这个图传真的，我告诉你哈，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新的一年度呢，稳定期如果没有图传，基本上就是要被打入冷宫了哈，就会被我逐出3000佳丽的这个名单哈。我3000佳丽的名单，稳定期、专业稳定期、单眼稳定器、图传，2020年列为标准配备。没有图传呢，古人有云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句话在几千年来都很通用。正所谓有图传走遍天下，没有图传寸步难行。这么严重的情形之下呢，你就意识到了，在2020年呢，没有图传会是变成怎么样一个下场。拍出来的东西可能被人家推荐这么惨，好不好？好的，好，毛少成开会了，拜拜。好的，哇，今天的人呢不多。
但是呢，留言算是挺踊跃的，也纷纷的了解到 BOSS 呢，在这阵子呢，的情况啊，包括我有后宫佳丽的三千这件事情啊，以广为流传。好的，股票万二万二股市，股票万二万二股市，麻烦你拿一根涨停板攻击 BOSS， 攻击 BOSS 公司的全体同仁。我们需要你的涨停板换成新台币来攻击我们，因为要过年了，挺辛苦的。但是呢，也幸好就是说政治局势渐渐由混沌看到明朗，领导的组织班底呢，也透过了这一阵子的这个民间的积极斗争，啊，掌握了确实方向。那组织工作上来讲呢，也慢慢的步上轨道，也相信在这一点上呢，这个咱们这个可爱美丽的宝岛台湾呢，在未来呢，相信在组织的领导下，好，透过这个积极的思想改造，还有这个岛内的这个同胞们呢，思想的一个进化啊，然后能够呢这个昂首阔步哈，海阔天空啊。我昨天在看大陆剧，知道吧？看发现他们那个政治组织用语蛮有趣的啊，台湾加油啦啊，台湾加油。那中国那一边呢，基本上就是说对我们这一边的那个积极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作为呢，其实我觉得你越是压台湾，台湾是会越走越远。那可爱的宝岛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和平共处了哈，不要有争端，然后能够让这个国家顺利的运作下去。不要有仇恨，不要有对立。就在这当下，混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渐渐明朗的情形之下，估价单我们每天开不完，每天都有估价单要开。那未来在新的一年要新的执行预算，怎么样？不是新的预算，很多公司编的预算在明年都会拨下来，所以景气真的是开始好转，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股市万二。万恶股市，这个呢会让很多的民众，平常有投资股票习惯的朋友呢，能够获得66666的顺顺利利的涨停板。那么多的6666顺利涨停板，就会变成新台币来攻击我们。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好，也希望这个大家呢能够这个用新台币互相攻击。好，唯有钱在动，这个世界才会跟着转。钱不动，世界也跟着停止转动。记得这句话，有钱当花只需花，莫待无钱找钱花。这一点呢，一定要把它谨记在心。好，有钱的人，富二代，我将推行一件事情，一旦我酸总统酸掉了，我就推行呢身家百亿的哈，百亿的身家百亿的这个户头呢，每年要拿1%出来花掉，投资花掉都可以。但是你如果没有执行这个进度呢，你这1%呢，我们政府就帮你抽50%。好，你100亿对不对？一年必须要拿1亿出来花，不花呢我就抽你5000万作为政府的什么呢？好，烂头寸税。好，因为烂头寸太多，钱被一些有钱人聚拢之后不流动，世界就不转，不转呢就会恶性循环，有钱非常有钱，没钱继续没钱。如果再这样下去呢，整个国家社会呢就会变成一个发展停滞，再停滞下去呢，大家的信心就会没有，没有呢就不会有消费，没有消费就哪来的税收呢？没有税收，大概就吃晒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政府呢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烂头寸太多，有钱人坐公车绝对违法，有钱人禁止坐公车，哈。有钱人一律要坐计程车，然后呢，钱呢留在身边的都是别人的，有可能是小三跟他另外一半的，有可能是另外一半跟小三的，所以呢，钱是拿来花的，不是拿来存的。如果有能力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有能力，更有能力的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自己喜欢的人。那最屌的人是什么人呢？好，对国家社会经济最有贡献的是什么人呢？是海派个性有钱人。这种人呢，到百货公司去，今天没破万的照出来，没有破万的照出来，通通破万
啊，直接刷，直接买，买回去送给他的员工，你看向心力十足。偏偏呢，我就不是那个卡小，我希望有一天我做得到，所以我比人家认真，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身旁的人。没有办法，太难经营了。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做了比人家更多的努力。好了，厉害我的威比拉迪赛呢，只是告诉你，新的一年这个将成为我们的发展主力，因为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使用验证，发现它有不可替代之处，极小极轻，极长续航，极佳操控性，极好的平衡，极长的售后服务，极长的保固，台湾维修，极好学，简直是极中之极啊！哈，比北极还极啊！这么极，那么所以留在公司里头让大家体验一下，欢迎大家前来体验这个厉害了我的威比 S， 智云公司出的18个月保固，18个月保固好像只有台湾有哈，内地那边我记得有一些，他们好像还是12个月了，还是12个月。哇，反正做得很精工了，绝对是在稳定器当中是精品等级的，独创的设计，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外形，符合人体工学拳击手姿势，万中选一，绝无仅有。好，一个小时到了，数据完成，现在所使用的是 Zenfone 6，联峰六，阿苏斯联峰六66666，那么我现在呢6666联峰六，用得很顺，用得很好。台湾的东西联峰六已经不少朋友买了，我知道最少破百，知道最少破百，因为他们会拿机器来这边配东西，配直播的设备。我看到的，只要是有在看直播的，换下一只手机，基本上都选择联峰六。那我现在基本上也都是以联峰六使用为主 ，iPhone 是扔在一边没在用，除非有一些特殊的 App 要用到了。那现在就是ASUS 这只手机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 ，Oh my God， 各位。哦，啊，因为我用手动曝光了，我用手动曝光，我避免它忽明忽暗，所以我选择用手动曝光。它镜头可以这样拍呢，我的转世界的衣物啊！日本朋友每次看到我在转那个镜头，他都会哦死过哎，然后很兴奋，你知道吗？我看他都湿了，那个眼角都泛泪了，我告诉你。然后他说台湾的手机很厉害，他用这样的话语在旁边，我就很高兴。所以我每次在拍日本的，我都故意把镜头这样转来转去。台湾的手机很厉害啊，这个就是太棒了！我最喜欢听人家讲这句话：台湾的手机很厉害。好，这个就是说，让人觉得说自己土地生产的东西呢，让先进国家认同，那比什么都开心的哈。那日本人最喜欢在台湾这边，你如果有日本朋友来呢，你不妨试试看臭豆腐，你千万不要去挑战，没有一个要吃的，但是你一定要请他吃蛋饼。然后呢，教你怎么挑哈，4个人吃4种蛋饼，然后切，叫他切，然后分，每个人就可以分到4种口味。你不要傻傻的哦，4个人都点同一种蛋饼，那你讨个呆塞，不会吃东西真的逊。我们4个人哦，就是起司、肉松、尾鱼，还有一个就是培根蛋饼，吼，然后1个人吃4种，超爽的。然后每个都欧罗嘎，然后隔天他们就自己会跑去吃啊。这台湾的蛋饼真的，我会讲不输珍珠奶茶的轰动热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东西哦。那台湾的蛋饼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姜母鸭他们也非常喜欢砂锅鱼头，所以台湾的特色有这些历代的人的努力下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啦，不容易啦，好，是祖辈们用鲜血用灵魂换来的民族，非常的可贵难得。它不像空气那么简单，它一点都不简单。那个波特王他们那个主管讲的那句话，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也祝福这位公司、这家公司、波特王这家公司哈，宏图大展、大展啊，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对的公司就是要支持，态度正确、行为正确、腰杆子直啊，台湾精神，好吧？谢谢大家，吴小雨。哎呀，阿Sir你好，你也上线了，李明玉。6666李玉富，啊，这一集呢教大家的这些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明天呢要讲的是手机类的三轴稳定器，教大家如何挑选2020年最适合大家的三轴稳定器手机版本。在2020年再教大家挑运动相机的版本，再教大家挑 DC 的版本。2020年我们选了好几支呢，重点要推动的项目也给大家。然后先预告一下，2020年有两支全新的折叠三轴，突破性创新的设计，两支折叠式的三轴在2020年即将登场，也都是精彩可期的，手机运动相机通用的。那这么多三轴稳定器呢，最后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如果你是买大型的三轴稳定器呢，你已经买了，那么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买一支小的，现在都是这样，你不用怀疑，你不用怀疑，这一支是很多买过那个低排的大的不得了三轴稳定器的 R 系列的，他们第二支都是配这个，看什么案子带什么装备，有助手带有助手的大装备，千万不要混用，它跟脚架一样，不同形态用不同的脚架，你在小窄的空间带一支18公分木脚干什么？适当的情境、适当的时候、适当的装备，才能够把你的工作弄好。一日之所需，百工思维备。啊、哦，我们帮你备这么多东西，就是要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大家才能够安身立命，大家都有饭吃。那你要一支稳定器，哇，去月球你也带那一支，去北极你也带那一支，去棒赛你也带那一支，你是不是太累了呢？好、哦，棒赛有棒赛用的、啊，厕所用的小支的吗？然后去黄山小支的吗？对不对？然后去嘉南平原那么广阔，带大支的吗？是不是？哦，所以大小啊、哦、有差别啊，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挑稳定器一样的道理。好、哦，你不能够一支走天下的，没有那个办法，除非你就是体力超级无敌厉害，你一支大支的，你不管什么场合都用它，那你就是体力超人嘛。那通常我们这种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呢，大稳定器我一定要有助手，拍完丢给他，你没被休困。那么大厂子贵的案子带大支的 OK 的嘛，对不对？但有一些是看紧，你带那么大支，你去折磨自己。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手的肌肉难道是无限使用吗？人的生命，当你多活一天，就是代表你少过一天的日子。你的肌肉、你的身体状况都一样，请你珍惜，不要过度的消耗，你懂吗？哦，好的。2020轴得三轴有期待哦，是。好，一个小时的直播呢，介绍了图片当中的这支三轴稳定器 WEEBILLS， 欢迎大家体验。如果可以，给我们机会帮你打到骨折，私讯给我们，能够做的直播的朋友 VIPPP， 记得直播看直播的朋友。怪机师的这个用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哦、也希望你们多多的支持怪机师这边呢、在新的一年呢做了很多的准备以及相当大的努力，期待的就是把最好的东西呢用好用满，用到各位开心。然后呢，因为没有达标，所以呢相机拼了，为了达标呢拼了、哦、买 Lumix 的 S 系列，我们送空拍机，送三轴稳定器，再送 GoPro， 其中空拍机、三轴稳定器二选一，好不好？那你也可以再加加购，我们尽量，为了达标不择手段吗？不是，是因为市场的环境、经营的条件没有办法不努力，不努力一定得死，好不好？太艰困，但是呢，成果慢慢浮现了，好，成果点点滴滴都看到了。万恶股市，股市万恶，大家加油哈！希望能够攻到两万，啊，攻到两万呢，我相信呢，整个台湾岛呢就纸醉金迷，夜夜笙歌了，啊，甚至于有可能呢，有可能呢，台湾就变成世界金融中心了，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不行，我们的国际化不够，所以台湾要成为金融中心呢，难度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好，谢谢大家。
拜拜。那我现在尽可能不要开车直播分心，影响到交通安全，因为呢，毕竟这个阿蛇在线上，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这个人呢在路上呢，然后边看手机边直播，然后呢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路上行人的权益。那我们也尽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将来呢，除非有人协助，不然尽量不要去做开车直播这样的一个危险动作，或者是我播了我就不理你们，就丢在那边，纯粹去测试讯号。因为新的一个频宽聚合器即将到来，他用一只手机两张信卡做聚合，一只手机两张讯卡聚合，把两个频宽绑在一起，也快要拿来了。那也希望能够测试成功。感谢大家的信任了，一直拿那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好了，在这边谢谢各位哦，拜拜，拜拜，拜拜。